岛美综合报道。35岁日本女星首导游，这集豪如闯荡写真集，言行大胆的她是个大综艺节目力邀通告她，近日得知自己陪睡行情，不禁崩溃直呼请大家给我工作吧。泽山梨奈17日在节目中透露，手边拿到一张艺人陪睡价码清单，首导又在旁露出好奇神情，不断询问自己的陪睡行情。在得知一晚只有20墨日币，月台币5墨时，他不禁崩溃，甚至还说以前人家说我是一晚50墨，月台币13墨，一开始的时候本来还到80墨，月台币21墨，结果现在竟降到20墨，月台币5墨，整个大贬值。首导游反射自网路，首导游反射自网路。